缺点，今天都有改善。我都有记得，我有跟有人来问我的话，我都会记得他有没有改进。那毕竟上次是跳一分半，那这次我们是跳三至五分钟嘛，所以那个体能哦是不太一样的。今天我看到好多组，然后他们跳到后面已经没力了，所以我觉得你们还是跳一分半好像比较最精彩的部分会比较好。但是我觉得你们下次你们要试着要把整个的要认真的一直跳，然后跳到你们体力可以符合你们所编排的那种，你们编排的那个舞蹈才可以上场，因为体力真的不支了，动作都下降了，所以你们要大家继续加油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大家。